不是，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一个假动作的一个步法训练啊。OK， 当我们做一个格斗式，做一个防身术嘛，我们主要是讲防身术的。OK， 做防身术，那我们抬这只脚的时候呢，对方会以为你是要攻击这只脚，其实不是。抬起来之后呢，垫步，然后这只脚向前，可以让对方啪向前。OK。抬向前啊，就是抬向前啊，速度可以加快的同时呢，它可以晃对方啊，比如说抬向前啊，同样道理，向前一二三啊，几个动作啊就可以了。我们平时怎么练习呢？可以练一练这样子，抬跳，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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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速度要交换，速度要快，怕，怕，但是千万不要太往后踩，太往后踩就没有往前了，啊，向前，步，向前，这样也是一样，向前，啊，抬，向前。来来上去啊，对不对？插保护，摸后脑啊，插眼保护，跨砍掌啊，嗯、啊、，OK。